本节目合作伙伴别克昂科威 S。猜一下我们刚才唱的是什么剧种吗？一个字没听懂。回减回减肥不是减回。想要，但是我那时候喜欢唱歌跳舞。哦。我以为唱戏就跟唱歌跳舞差不多。甜的是一个团体。对对对对。跟那个搞网络培训的。我们也不敢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我们想能够吸引一个是一个。本节目由好使独家冠名播出，好使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爱是最美的味道，心里有爱，心有炼乳。好使早餐吐司，好使好使。不要听国家队，不要为国争光，我要事业成功，不要有病好消息。胃动力，肠胃有活力，人生有动力。君瑶健康携胃动力主板上市。本节目由旺旺水神除菌液特约播出，水神真的很神。本节目由海文明佛跳墙指定播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加快建设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本节目由阳光城指定播出。来一片炫迈，陪我持久热爱，炫迈不停，舞步不停，美味持久，久到离谱，炫起青年，好运不停。本节目由平安人寿福建分公司指定播出。哇，红色的奥利奥还有字，年年有，有福。我爷爷牛气冲天，鸟一鸟泡一泡，大吉大利，一起奥利奥玩出年味道。嘿，朋友，我们最擅长的是为人们的将来做打算，预判风险，管理未来，及时排忧解难。我们是平安代理人，我们是与你并肩的朋友。本节目由28年专注做好油的嵊州食用油赞助播出。嵊州玉米橄榄调和油，滴滴精华，饭菜鲜香。嵊州为生活加油。盼盼手撕面包，阳光小麦，新西兰奶粉，层层酥软，层层香，面包还是盼盼好。盼盼食品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火车漂亮，别克昂科威 S The Buick。年年有福，我爷爷牛气冲天，鸟一鸟泡一泡，大吉大利，一起奥利奥玩出年味道。本节目由好使独家冠名播出，好使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爱是最美的味道，心里有爱，心有炼乳。好使早餐吐司，好使好使。本节目由豪氏独家冠名播出，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本节目由品多样滋味过漂亮人生的别克昂科威 S 联合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旺旺集团水神除菌液联合特约播出，水神真的很神。本节目由平安人寿福建分公司指定播出。本节目由华润五峰大米赞助播出，中国道五峰鲜，好米新鲜自然香。本节目由28年专注做好油的嵊州食用油指定播出，嵊州好油为生活加油。本节目由阳光城指定播出，阳光城邀您一起回归家的团圆味。本节目由出口品质冠军代言的海文明佛跳墙赞助播出，海文明佛跳墙，在家吃的山海宴。Bye.
福州向来这里就是沈葆桢的故居。沈葆桢是林则徐的二女儿的女婿，现在这里还不是什么博物馆啊，是地道的民居，沈家私宅，非起勿入，还住着老百姓呢。这儿的巷子很宽，你看来回有七八步，宽巷子一般都是官巷，住的都是达官贵人。那么老百姓住哪儿呢？他们住的巷就相对比较窄，我们可以一会儿去看一看。这个巷子就很窄，你看几乎就是一个人的宽度，所以大概这里就是普通老百姓居住的地方。我去看一看。你好。哎，好像有人在唱戏。福州本地的戏曲应该是闽剧还是，不太清楚，我们去看一下。哦，在这儿，特殊时期，萧萧郡，望望水神除君夜。洗手也可以，保证安全。也希望大家常来儒林有戏看戏听戏，谢谢大家。这么年轻啊，听懂了吗？没有啊，没有，我也没听懂。但是听戏的都是年轻人，倒让我颇感诧异。我就从那儿过，因为我们要去找人做饭嘛。从这儿过听到这个声音，我以为就是一个地方在玩票啊，因为那是一个古厝嘛，房子也不大，以为几个人在里边随便唱戏唱着玩儿。我说我去看看，看看有没有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不一样的人。结果没想到进去后是这么专业的表演者在表演。你好，嗨，老师您好。我是没有想到刘一伟老师会来到我们的这个集贤宾，当时第一眼看到刘一伟的老师的时候，我还很惊讶，我还想，这真的是我所认识的刘一伟老师吗？您贵姓？我姓林。唱戏卖票吗？我们有的时候会办一些公益性的演出。因为我刚才我进来没买票就进来了。没有，我们基本上周末的时候我们就会办这种公益性的演出，其实就是为了要推广一下我们这。老师您猜一下我们刚才唱的是什么剧种？肯定不是黄梅调。对，肯定不是越剧，肯定不是昆曲，那就是本地的闽剧了。对，是闽剧。老师排除法，那肯定一个字没听懂。是因为我们闽剧的话，我们唱的是那个福州话。就本地话。对，就是福州话本地话。然后所以说它其实也是唯一用福州方言演唱与念白的一个剧种。明白明白。哎，你吃饭了吗？还没有。跟你说那个事儿。我来不是来听戏的。我就从这儿转，从那个三坊七巷往这儿转，转进来以后听到这儿有声音。我呢是每次出来要找一个人，找到他就到他们家，我给他们家做顿饭，
我就您正好没吃饭，我能去你们家给你做顿饭吗？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刘老师，其实我很早就看过您主持的这个节目。对，你很年轻嘛，肯定是看了我节目长大的。对，所以说，我觉得我真的今天您刚才说就是这个邀请，我真是受宠若惊，就我特别的想吃您做的饭。但我做的不一定是福州菜啊，家常菜。没问题，你们家在哪儿啊？我就是在福州，我就是福州。那我去你家。其实我们就在这儿，这儿对，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然后你就不让我去你们家呗？我觉得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其实也是有这种，这就是你，这宅子是你的吗？其实不是我的，刘老师这样，我先带您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个宅子主人，好不好？我带您认识一下，好吧？您这边请，来。哎呀，刘老师，刘老师好，两位好，幸会，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你好，您能来到这里，这是您家呀？这个是我们家的客厅。哇，你们家客厅这么大？大家的客厅，我们大家的客厅，大家朋友经常会来这边。这是私宅还是？这是就是现在的时候我们把它租下来。租下来的。刘老师，那我就让艾欣姐跟班长带着您逛一逛，我就先去卸个妆。行，让我们看看你的本来面目，不然不知道您长什么样。这个是我们客厅里面的一个八音堂就是把中国的一些传统乐器放置在这个里头。有琴，有箫，有琵琶，这个小院落挺漂亮的。原来最早的时候还可以坐在上面喝茶，那就一个人喝。没有啊，大家几个人，三五个、七八个都可以坐在上头。这个地方是日常，也是一个戏台。我们有的时候是那边是戏台，这边也是一个戏台。那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茶水间，就是厨房了。做饭就只能委屈在这儿。我们这个古宅不用明火，您就只能将就着用电磁炉了。电磁炉了，考你的技术。那行，我就只能用电磁炉。简单一些，还有那个像那个电炉了。对，我们呢蹲在山沟沟里头。嗨，刘老师，你好。哟，放好了。化好了呀，一个帅小伙啊！对，你真要是化了妆，我刚才还在想，他到底是先生还是姑娘？现在知道了，真的是帅小伙，帅小伙。哎，刚才我看了厨房，你那连火都没有，咱们去看看做什么吃的。好，咱们去。刘老师，对，关键看你这个冰箱里面有什么。好，哟，还是挺丰富的嘛。对。哦，这边是冻的哈。对，它这边好像是冷冻。不是，你们怎么什么都冻起来啊？可能是古宅吧，我们就担心有老鼠。不对吧？哎，你们那个这冻豆腐，这什么？这个，哎呀，刘老师，我不会做菜，其实你问我。干果都冻的，跟大哥大姐说一下，这核桃仁需要冻着吗？这个您至少得拿保鲜膜给它盖起来。料也没太大，剁辣椒，那就可以一换一些。没用这个，要不要我们再去买点菜去？那行，那咱们去，我负责挑菜。好啊，那我负责留下来准备。我还有一个事没和交代清楚。好，那你交代他。你负责给钱。必须的。你不会挑菜，菜市场在哪儿知道吧？我可不知道啊。我们有导航，我们用导航来走。好吧，你没去过是吧？走吧。对，好。不，你在这儿生活，你都不知道菜市场在哪儿啊？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其实我就不是特别喜欢到菜市场。那你平时吃饭在哪儿吃？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老师，我们是在学校当老师的。哪个学校？在艺校，就专门是来教闽剧的，所以我们就吃食堂。一日三餐。对，基本上。然后住呢？住因为是住离家比较远，我们就租在学校的附近。然后你是本地人吗？对，本地人。但是我们的学校是在离福州比较远，我们是在闽侯，就哪里？闽侯。闽侯那边。然后我们从这儿，就从福州市区到那边，基本上要一个多钟头。难怪你不让我去你家做饭，太远了。对。当老师这收入还是相对稳定。对，相对稳定一些。
所以说我们也时间其实也相对稳定一些。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没有课了，我们都是上午跟下午，然后晚上的时候基本上到这儿来。你个人为什么会对这感兴趣呢？除了父母说这是手艺以外，其实我小的时候对这不感兴趣的。是你爸妈生让你去学的？他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想，但是我那个时候喜欢唱歌跳舞，我以为唱戏就跟唱歌跳舞差不多，后来才知道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学习苦啊？挺苦的，就是您看那个电影《霸王别姬》里头啊，那个就是他们不是那个压腿撕腿，对啊对啊，踢腿的时候那种，我们也是这么练过来的，特别特别累，特别特别苦。中间没想过要放弃什么的？你好。对对，是。其实也有想过，但是就这儿吧。对，就是这儿。不过呢，你到底中间有没有想过放弃啊？其实我小的时候是没有想过要放弃，我就比较要强。那就对，还是要坚持啊。对。这什么你知道吗？猪腰吗？对呀、啊，这个呢？肠子吗？肚。哦，肚。老师，您教教我吧。这个有一点肥的，对的，要一点肥的。这个叫做什么肉啊？这个上排的，你要这种的吗？啊不不，就要这个。就要这个。嗯，走走走走走。就我们四个人吃饭吧。其实我们还有两个小伙伴。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豌豆尖儿。哦。这个用来炒葱干特别好。老板，这个多少钱？8块。对，要8块钱。这个都是我们南方的，这个豌豆尖是成都地区，啊，在或者云南有，这个也是我们那边，这叫做小油菜。我们这边叫菜心，对不对？没错，到了明天叫我们叫菜台。菜台。白菜台，还有红菜台。没错，红菜台是个红红的菜心的。对对对对对。这有豆腐吗？好像半山老师他们就想吃青菜豆腐。啊，这不是豆腐吗？哦，豆腐。啊，来块豆腐。老师，一会儿我们还得买个鱼丸，因为我有个同学，他就是住连江的。哦。他一会儿他就说想吃点鱼丸。好，好。我们往哪边往这边。啊，我。最近吃的不好，减肥、减肥，不是减回。口误，口罩，大家口误。减回了。你知道这什么菜吗？这个盖菜。哦，盖菜。嗯。你知道这什么吗？山药。这个呢？就是芋头，地瓜。还行，还可以。我从小到大。屈指可数去菜市场的那个，就是次数。还要买什么？老师，那个酸辣汤我们有料了吗？有豆腐啊。啊，好。酸辣汤有豆腐，买几个蘑菇。刚刚我听到了，老板说要卖我们便宜点儿。你会听说中文啊？我写福州的呀。啊，那要福州的。我不是福州的。8块钱、啊。你不是福州的。我不是福州的。老师，我们那个鱼丸出去买的。好，鱼丸是我来一点。好，啊，再买点那个。哎，好，这个是什么？鱼酱。哦，鱼酱。它皮是鱼肉做的哈。你好，你好。这个这样子干嘛？多了吧？多了。好好好。对。好。哎，你平时唱戏，对饮食有什么讲究吗？我可能吃的稍微有一点点清淡哦，因为主要是我不怎么吃辣哦。哎，他包的那个是什么馄饨？这个是现包的，就是肉燕。肉燕它跟馄饨很像，不是馄饨哦。肉燕它主要是皮有皮也是皮也是鱼做的皮吧？对，皮是不是吧？皮是肉做的，它为什么什么叫？你那个皮是肉做的吗？不可能吧？是肉做的，不可能。对，我们叫肉燕。给你看一下啊，肉燕的最大的区别跟馄饨就是皮不一样，馄饨的皮是面粉做的，肉燕的皮是瘦肉。老师，我们要不要也来一点？他们像下面包来不及吧？因为素很漂亮，这个包是来不及。对，有包好的吗？有包好的，我也给你带一些。好的，好，来一点。我可以跟你合照一张。
可以。好了，我们都买的够多了，是 啊肯定够吃了。我去取一下我的箱子，我得拿我的工具才好做饭。刘老师，我帮你拿一下。一样，走。本节目合作伙伴旺旺集团水神除菌液。本节目合作伙伴平安人寿福建分公司邀您关注。就按照说戏的方式，像诗朗诵一样的，先讲一遍给你听。我们三个是同学加同事，加起来二十几年了吧。本节目由豪氏独家冠名播出，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爱是最美的味道，心里有爱，心有炼乳。豪氏早餐吐司，豪氏豪氏，哇，红色的奥利奥，还有刺，年年有，小福，爷爷牛，气冲天，鸟一鸟，泡一泡，大橘大梨，一起奥利奥，玩出年味道。本节目由旺旺水神除菌液特约播出，水神真的很神。不但我要赚钱，我也要让你赚钱。嗯，这边原来是这个老的商场，对对对，我住过那里边。脂燕窝就选燕之屋，本节目由22年专注高品质燕窝的燕之屋冠名播出。盼盼手撕面包，阳光小麦、新西兰奶粉，层层酥软，层层香，面包还是盼盼好。盼盼食品，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我住漂亮，别克昂科威 S， The Buick。我家里行四，你可以叫我四哥。有些人，有些事，也许留在记忆中才是最美。每晚19:35，锦绣南歌就在东南卫视。嘿，朋友，我们最擅长的是为人们的将来做打算，预判风险，管理未来，及时排忧解难。我们是平安代理人，我们是与你并肩的朋友。人旺气旺身体旺，财旺福旺运到旺。2021年东南卫视携手旺旺集团，祝您顺风顺水顺人意，旺丁旺财旺家宅，愿牛年牛气冲天，旺上加旺旺旺。本节目由平安人寿福建分公司指定播出。来一片炫迈，陪我持久热爱，炫迈不停，舞步不停，美味持久，久到离谱，炫起青年，好运不停。本节目由豪氏独家冠名播出，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爱是最美的味道，心里有爱，心有炼乳。豪氏早餐吐司，豪氏豪氏。本节目由豪氏独家冠名播出，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本节目由品多样滋味过漂亮人生的别克昂科威 S 联合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旺旺集团水神除菌液联合特约播出，水神真的很神。哎，你看，来，刘老师，你慢一点。哎呦，买了好多东西。来，把这个先送给你。虽然你们家有啊，还是给你带一个。谢谢刘老师。旺旺水神除菌液，来喷一喷。好。不管是出门回家，喷一喷。哦。哎，好。温和安全，不伤皮肤。行。脚底。啊。这边是吧？嗯嗯嗯。都得喷一喷。好嘞。这个。来，我来给您喷。容易沾上。尤其是最近这个特殊时期，没错，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对，没错。好，准备干活了。好，我的家伙事带的挺多，哎，带给我一下。啊，好嘞。带上豪氏专门为我们做的围裙。嗯。会吗？你看你就不会做饭。不会带围裙，我教你。嗯，好嘞。虽然说不会做饭，但是我觉得给您打打下手，我也可以学习一些。哎，嗯，来，你慢点。拿几个小碗。好嘞。
刘老师，我看到您这样，其实我就想到我自己在学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头不是都是住宿生吗？然后其实我们那些老师有的时候周末都让我们到他们家去做那个吃饭。哦。然后他那个时候真的就像老师这样子。真的像老师？对，就像老师您这样，就是您在那边主厨，然后我们这几个学生就在那边给老师做那个打下手，洗洗菜啊什么的。从一个普通人，从一个家长来讲，假如说是我，我的孩子，我就会想，他学了闽剧，那么学完以后，他好找工作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要实话实说，如果你想赚大钱，不要来干戏剧。哎，我带了米，五峰大米，五峰稻花香五常大米，五常你知道在哪儿吗？你看东北啊，东北的五常大米，这是。我为什么都带着它呢？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大米。哦，五峰大米啊，山城所鲜，非常的清新，而且呢是每年吃每年最新的米。那你们在这唱完以后，对年轻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有没有人因为在这听完戏以后对闽剧发生了兴趣？有的。其实您不知道，我们在这边今天刚刚您看到的只是我们一段的唱，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以说戏为主。就比如说您看不懂这出戏，我们先说给您听，就把这个故事情节呀，然后里面的这些人物关系啊，就按照说戏的方式，像诗朗诵一样的先讲一遍给你听，然后呢讲完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唱段唱出来。说实话，我们还是挺佩服你做这一行，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相对寂寞的行业。对啊，你看其实京剧有一个曾经出过一段时间哈，叫做京剧歌，人说一兜耳朵二对赵玉马，红脸的关公战场上那段是吗？对，其实我们闽剧现在我们也在推广一些福州歌啊，推广一些这种把闽剧可以简约化一些的其实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我们其实福州话里面也有儿歌，也有童谣也有非常多。你唱给我听听。就比如说我们有一首童谣就叫做真鸟仔就真鸟仔就是一种小鸟然后它就会吃那个菠菜，所以叫做抖波波。老师你要不要听一下我们怎么唱的？好啊你可以听一下。好。今朝阳抖波波，山外海窗高，迎来伴来家奴床，谁奴不落，痛痛个，痛痛个，哦哎呀哎哎哟。老师，你听懂了吗？没听懂。但是您一定听懂了那个调调。对，那个调调就像童谣一样的那种感觉。童谣还是比较容易听懂。是，其实我们也有很多这种童谣。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想把这些童谣就是放到这些小学里头去教给他们，先从童谣开始。这也对，这得让尤其是让本地的小朋友对会唱本地的歌谣。 对吧？对。猪肝炒豌豆尖是最好吃的。好了，给我拿个盘子来，给你吃吧。其实炒菜非常简单。你看，我从回来切到炒完这一道菜，多少时间？几分钟而已。刘老师好。刘老师，这是我的两个小伙伴。你好，先坐。好。菜马上就好了。好。你去吧。好。你陪他们，我马上就好。太棒了，这就很久没有在这种地方吃饭了。我小时候我们家也差不多这样的院子。来吧，我不知道做的合不合你们口味。那大哥，你先尝一下。特别好，因为鸡肝要凉了就不好吃了。好，来，这个大家我给你们。来，我来。
谢谢刘老师。这是四川的豌豆尖儿炒的。啊，好。好，谢谢。谢谢刘老师。哎，姑娘贵姓啊？我姓陈。哦。谢谢刘老师。小伙子呢？他说我姓林。哦，你们俩对一个姓啊？对，一个姓。你们俩是同是同事啊？同学，同学加同事啊。我们三个是同学加同事，加起来二十几年吧。嗯，我们就是从十二岁嘛，然后一直到现在。从分装，你们也是戏曲演员？对对。哦，我们三个人其实是一个团体，就是《儒林有戏》，就是我们三个人共同成立。本节目合作伙伴旺旺集团水神除菌液。本节目合作伙伴平安人寿福建分公司邀您关注。落剧，广义，来拥抱一下。好，好，发财。本节目由好使独家冠名播出，好使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爱是最美的味道，心里有爱，心有炼乳。好事早餐吐司，好事好事。火车漂亮，别克昂科威 S， The Buick。哇，红色的奥利奥，还有字，年年有。小福，我爷爷有。气冲天，鸟一鸟，泡一泡，大吉大利，一起奥利奥玩出年味道。东南卫视每周二晚21:20，上好家一起旅行吧，让我们共同见证梦想的力量。本节目由上好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好使独家冠名播出，好使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爱是最美的味道，心里有爱，心有炼乳。好事早餐吐司，好事好事。本节目由好事独家冠名播出，好事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本节目由平安人寿福建分公司指定播出。本节目由28年专注做好油的慎州食用油指定播出，慎州好油为生活加油。本节目由阳光城指定播出，阳光城邀您一起回归家的团圆味。本节目由出口品质冠军代言的海文明佛跳墙赞助播出，海文明佛跳墙，在家吃的山海宴。小刘，快，打包5个煎包。今天我宝贝外孙回家吃饭来了。刚回来啊？赶着去上班呢，走了。每天这么熬，吃得消吗？年轻嘛，不吃苦还能吃什么？再拼也要记得好好吃饭啊！宝宝们，主播下次再跟你们分享美味好食哦，拜拜。啊，胃口真好。嗯，来不及，热食了。慢点儿，别急。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好好吃饭了？2021年，东南卫视每周日晚9:15，豪氏食品邀您暖心开饭。本节目由豪氏食品冠名播出。其实像我们从事戏曲的，其实当时啊，很早我们刚毕业的时候，谢谢，那时候我们确实收入也很低，当时的那种网络培训啊非常火，网络工程师培训非常火，但是他要报2期的这种培训。培训什么？就是网络工程师的培训很火。当时我们刚毕业嘛，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是收入很低，一个月可能才500块钱，为了自己的前途嘛，选择改行。其实我觉得我以前十几岁学的时候，敏锐的市场还挺大的。要不然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父母亲不会选择来学闽剧，但是我发现是我毕业完之后，差不多2006年吧，2005年、2006年的那段时间，好像那段时间的这个闽剧的市场是最不好的，因为我们自己很发现，就是在剧场演出的时候就，台底下的
观众，就台上的演员比台底下的观众还要多。啊，就去参加这个网络培训，然后当时网络培训很贵，然后当时借了好多钱去参加这个培训。哇，结果好像听说是5000块，是不是？第一期是5000块，然后我自己凑了这个钱，然后第二期他要10000块，然后我大概七拼八凑借了8000块钱，然后幸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天就去坐公交车，去那个去交这个学费，结果在车上这个钱就被别人偷了。填的是一个团，对，跟那个搞网络培训的不是一个团。对啊，就别说那边有人让你报名，突然间就给你偷了。哎，你这故事前缀太长了，跟鱼丸有关系。就后面，然后我那个同学嘛，跟我一起去报警。然后他那天下午就请我去吃这个鱼丸，然后我在想，有的时候现在去吃鱼丸的时候在想，如果当时我那么坚决的去参加这个报名，可能钱没有被偷的话，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碗酸辣汤其实也代表了我们，就是如林有戏成立4年嘛，我们是2016年成立的。其实我们一路走来，其实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这种波折。然后其实那段时间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其实三个人之间有很多很多的不愉快，就是听谁的，就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要检讨一下，因为我觉得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时。嗯。我当时真的就是为了一个挂那个牌匾，大家还记不记得？嗯。就为了挂如林有戏那个牌匾，我就是不行，必须得这么挂。嗯。他们就不让，他们就觉得其实他们是对的，他们两个人都不让说你不能挂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别人进来看不到。我就必须得挂这个位置，后来我就那天我就甩手我就走了。后来后面是他们两个人在后面处理这些尾巴的事情。后来我回头我想了一想，我觉得我做的特别不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通过这4年的这个磨练，我发现更多是要合作，就是我觉得是两个和，一个是合作的和跟和平的和，就和谐共处的和，因为毕竟是一个团体嘛。它一定是需要有合作，还有就是要和睦，对，和睦。所以说我到今天为止，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我的两个小伙伴。哎，你们要不要米饭？对，好，来，那这样，我们用5风大米煮的啊。好，就是吃饭的时候，该吃米饭就吃米饭。平时要是饿了呢，我们有豪氏面包，老师给你们准备好了。好，来，行。其实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米饭看我颗粒很饱满，这是东北的五层大米，好米哈，谢谢啊。其实我们三人一直都不知道半山老师跟姐姐为什么会租这个院子。其实我们好像很少会聊到这个问题。是你找来的还是人家找你来的？缘分，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次演出在两位老师这儿，然后他们后面就想跟我们有合作。真的就是这么一次一面之缘。那除了在这儿演出以外，还在哪儿演啊？平时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有一场演出。今天晚上有啊？有。那你什么时候走啊？赶快再吃点吧。快吃点。我就米饭都吃完了吧？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就得要去准备了，对，是吧？对。哎，怎么想起来在咖啡厅去唱？我都很期待怎么唱。其实我们就是刚刚有说到，我们用的是一种比较创新的一种模式。怎么个创新法？就首先是我们，比如说一出戏，刚刚有跟您说过，我们首先是以这种说戏的方式啊，先说一遍，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把戏弄成这种折子戏的那种模式啊，就不是像一段一段的演，我们会在前面会给大家有一个完全的讲解。就比如说我们会说到闽剧当中，我们其实有一种虚拟性，这个虚拟性怎么表现呢？我们会完全的表达给观众，然后完之后说到这个剧目的时候，我们可能前面就开始先说了，用诗朗诵的方式先给大家说，我们张生遇到莺莺，张生与莺莺的故事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然后后面的话我们还会加一点互动，就比如说大家都没有穿过这个戏服嘛，
我们就大家都可以来穿，大家都可以上来，我们就我们教他们最简单的动作。但这个服装但也是比较简单一些的，跟做游戏一样。对对对，因为就是想让大家就是很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它。嗯，因为很多人都说，哎，你们好像都离我们很遥远。嗯，我们也没有穿过这个衣服，嗯，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是上面怎么抖的，嗯，还看着你们好像抖得很，啊，很轻松，但其实是我们可以教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这样子。嗯，那这主意谁出的？我们三个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说去马上去改变我们的这些唱段，因为这毕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保留了它最原始的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但是我们换了一个瓶子来装，我们可以老酒装新瓶，一步我们就是挪到了这种咖啡厅酒吧，我们还在酒吧演过小酒吧，就那种非常非常安静的那种，我们都在演过。我们就想尝试性的去让这些人没有看过的，就像您可能没有看过我们闽剧，也想让他们去接触一下。我们也不敢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我们想能够吸引一个是一个。对对。那，啊，到了啊。对对对。那行，好，那你们去化妆。看到他们身上穿的这个水袖，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互动的小游戏好不好？就让大家学一学这个水袖行不行？因为一直都是看我们在舞台上面表演，我觉得刘老师您上来试一试吧好不好？来，我们再请一位女生。哎，你有穿白衣服的女生，让她上来试一下。这没练过几个月根本玩不转。梦剧然后一盖两盖再一翻，哎，就这个动作。我们俩来啊。对，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来，两位老师教一下。我再来一遍。你记住了吗？我没记住。我再来一遍。我没记住。一盖两盖要转个圈。对，转个圈。哦，打开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吗？好。落剧望映，来拥抱一下。好，巴扎黑，非常的好，非常的好，真的非常的好，刘老师。落剧望映，好，刘老师辛苦了，刘老师辛苦了，谢谢。哦，谢谢谢谢。您是福州人吗？我会听得懂。啊，我说完全听不懂。谢谢大家，拜拜。